有错，返乡也要卡拉一下。这是顶东海线客运的返乡专车。由于县府的返乡专车的火车票已经抢购一空，但是还是有不少的民众买不到。因应台东县民的需求，顶东旅行社基于回馈乡亲，与顶东海线客运合作，特别规划了一部全新的卡拉游览返乡专车。日前呢，台东县政府推出了返乡专车，服务我们台东县民，获得热烈的回响。那经由了解呢，我们有些乡亲呢，因为座位的限制哈，所以说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回来台东过年。那我们旅行社呢，特别推出了一个返乡专车的活动哈。那我们预计呢，是在2月8号从我们的板桥发车，那中途呢会停靠台中跟高雄。那有在这三个县市的乡亲呢，都能多加的利用。那我们的票价呢，是从台北出发的话是1000块，那台中是900，那高雄是450。那我们即日起呢，开始受理报名，也预祝各位乡亲新春佳节愉快。此次返乡的专车，2月8号晚上8点由新北市板桥区火车站发车，中途有台中、高雄两个接送地点。票价是板桥1000元，台中900元，高雄450元。终点站在顶东客运海线总站，人数只要达35人就可以成行。返乡也可以有不一样的 feel。有意愿的台东乡亲，可至顶东客运海线总站洽询。东台新闻陈进雄，台东市报道。